热烈祝贺！我就在这里的理由，我就在这里的理由，我就在这里的理由。私がここに住む理由。三周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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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三周年快乐！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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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イエーイ！朱内亮导演你好，您那个上次那个眼睛肿的伤不知道好没好，目前应该好了。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，上次不知道一个大意把您弄伤了。あなたたちの撮影見て以来、あなたたちの番組のファンになりました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们这个节目，我们红了。对对对。お客様で多くの中国の方がいろんなところから来ていただいて。本当に良かったです。祝博智这个节目在明年更上一层楼，希望可以越来越好。我们委员会祝我祝节目组越办越好，希望你们越来越好，希望我也越来越好，希望我祝的粉丝们也越来越好。来年もますますご発展ご活躍されますよう、ギャラの地より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。把中日两国联名的心像石榴子一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。またよかったら今度お酒でも飲みましょう。我。然后。对，不，真。我正在。我们会一直支持你们哦。嗯。どうも谢谢。どうも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Hello。我现在是在富士 Mountain 的脚下，我是荣飞，是建厂视频的荣飞。我们去年十二月份，也就这个时候去南京拍摄《竹内亮和我住在这里的理由》，还有你的家庭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几天。然后很多很多网友都很感动，我们也因为那个视频呢涨粉很多万，所以在此呢，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。希望我们来年有更多的合作。今年是第三年了，我住的第三年，希望你呢能够找到赞助，找不到也没有关系，健康视频永远都会陪着你一起找到赞助，因为我们就是 B 站上面两个好看不火的视频。好啦，不说啦，我要去看富士 Mountain 啦，拜拜，生日快乐，拜拜。